画的，完了，我想不起来。该不会是尼多系列吧？哼哼，啊？啊？嗯？算了，我画我的好了，画不出来了。噔，噔噔噔，嗯。好啦，开始喽！啊！真的开始全身出去了！没有，我就看聊天室随便一个，就把它打上去了。好猛哦！这个小英啊，小英啊，小英啊，小英，小英！耳朵是重点，好像真的有点像。解除了吗？哇！刚刚在翻溜溜溜我们之前群主的照片，找不到。啊，剩半小了，是主题又玩过了、欸，还玩什么？都可以啊，来决定啊，开始用框框来画啊。好啊，这一段就这个只用框框画好了。好，这用宝可梦吗？对，用宝可梦吗？只用框框，难哦。小哥白会吗？也不知道贴到最近的那种吗？只看脸。用框框是指？就是它旁边，待会会有那个框框可以让你选。就是你的笔只能用框框来实心的，像那种实心的正方形来画图。对对对对，像现在这样。好，这什么？就顺便猜一下。你之前有出来过吗？也太强了吧！你还先猜到的、欸。对啊。为什么会有绿色啊？啊，有它有绿色，它有。啊，这边这边。啊啊啊啊！再胖一点就行了。哦。啊妈，不是。啊。哦，快龙进化型呀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，超难的，哈，翼龙吗？什么？怎么画？哇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？盒子，嗯，那就这个啦，盒子嘞，它是这个颜色，哎，不对，是这个颜色，哎、啊，都不是、哦。我知道这个系列，救命吗？应该都是救命、嗯。这个我要怎么画？这啊，嗯，啊、它会飞，飞，它会飞，哦，它会飞。这点是哇，就走他了吗？玩到了，他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哇，那个字在哪里啊？字在哪里？一，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刚打四个字全都是错字哎。我怎么找不到我的字？翅膀，翅膀紫色的吧？你擦啦。没有紫色。可以调啊，可以自己调啊。哦，哦，底下有调。我找的字好久，我也找好久，翻最久。欸、对，好像没画过小瓷怪，嗯，都没看到过啊。嗯，我先查一下啊，小瓷怪。好，这个有一点不好画，应该是算这个颜色。嗯，嗯，嗯。嗯，嗯，啊，什么？你在画他的眼睛吗？啊，九，有，啊，这什么？哇、啊哦，聊天室好厉害哦！不是啊，聊天室好猛啊！哎、哦，不是吗？嗯。打啦，不是啊。哦哦哦，还没到啊！哦，好好，会飞的，好好好，对对对对，不会吧？哎、欸，鸟类都超难画的。对啊，很像了吧？我觉得会飞的都好难。可以，但是的名字我很困难。等一个，
你在查是不是？就这个。嗯。嗯。啊。嗯。小蝙蝠。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啊，找到了，有了。有了，他选不到字，找不到字。哦，对，好，小字是超音符哈。嗯，对啊，对，小蝙蝠，还快小蝙蝠，绿色的那个。对，哦，原来绿色的那。哎，同样的背景吗？没了，方大什么话？哦，方大。变方的版本了，真的变方。等一下，啊！这个笑声太惨了吧？不是刚刚？哎，这叫什么东西呀？这个笑声也太惨了！这个嘴巴太开了啦！大战僵尸，真的，他没好啊！哎呀，喇叭，喇叭，喇叭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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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方形哦，这个吗？这样。嗯，哦，懂了吧，懂了吧，它主色调就这样了，有没有？啊？嗯啊啊！没有，哦，有了有了，选字选字啊，斗鸡眼，有了，它叫什么？哎，哦。他跟他的进化，我实在搞不懂，到底是谁是三个不是的？然后让他退化一下。不是不是，你知道他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但名字我没背啊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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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鬼师进化鬼师通啊？对，嗯，然后通信交换耿鬼，嗯，操，这个太专业了。他基本上是不能理，我觉得我要被急了。皮卡丘，哎，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嗯，绿色啊，啊，擦，哦，哦，我也觉得是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哦，你会被挤啦！我帮你截图，我帮你截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吗？啊！不好说，不好说，会被挤呀！哦，太坏了！谢哦哦，在场只有杰克不会被折，因为他没猜中吗？有，写七七七，对，好，嗯，哼哼哼，噔噔噔，这什么？啊，不是两个字，嗯，嗯，耶，好，居然猜到了。我好像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我没有背它的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有分大小。嗯。这个镜头都在近哦。上次就是因为那镜头拉太近才开始的。有人叫我猜这个。好坏哟。打架喽！大家。哦，拉打哦。嗯。嗯。拉打。小拉打是紫色的。嗯，谁叫出太烦心人家出来？呀，
一个嘛。哦、oh. ，What？ 哦、oh. ，就那个系列差一遍。对，那个系列差一遍吧。打错字。皮诺可，皮诺可，皮诺可，唐尼多。啊！暴力皮呀、啊，暴力皮。啊，太胖了。画的太胖了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哦、oh. ，皮卡皮。那什么啊？忘记了啊！他加个可就可以了。我刚还打 punk 丢，丢是什么？那丢怎么打出来的？丢怎么打 ？punk 丢，没有，就刚好被我的麦克风卡到。punk 丢，我看看哦，丢啊，它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啊？让我看看，让你看看，好。它应该是要长，哎、欸，对，蓝色的，不会是啊？那个很难的那个吗？不是吧？就是那个吗？海马系列，我还是猜不到那个哎、欸。哦，好像是这个，对对对。哦，不是这个，哦，不是，又变了啊？啊，没有 啊，这个这个，哇，对对对，就是错的啊，它是进化之后那一只，然后为什么会有猜河马？错河马，忘记进化那只哦，啊，它是好像以前有画过，而且有印象。Oh. 他名字错了，嗯，差不多就这样了吧，对吧、啊？不知道怎么画了，差不多哦，赤海马，哎、欸，我每次都忘记啊，对啊，我三次都忘记他、欸，哎，有印象这个是错的，嗯、海龙王啊，海龙王，海龙王，感觉是餐厅的海霸王，海霸王。啊！停下啦，让我画一下。你太快了，赶快画啦！你这我还在查啦，这个颜色出来就大概知道什么东西了。让我查一下呗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跟你做的那个羊毛毡好像哦。噔噔，这眼，太美了！不是现在的翻译，不是现在的翻译，旧翻译，旧名字啊，旧的。哦，我之前画过哎，居然，你画过？之前画过。贵的，几个字？嗯，加啊，那个叫什么啊？那一只我忘记叫什么了。烈焰神？不是，真的还蛮像烈焰神。是两兄弟那个是不是啊？就烈焰神呢、啊？哇，烈焰神长眼睛了！要不要帮他加个火焰之类的？哦，这个吗？刻白插选字而已。对，所以我刚抄他的。啊！不要变烈焰神了！铁壳盔。忍者龟，看不出来。